看一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咱们今天的瑜伽课要开始啦。尽管到的人不多，可是有几个好像是新名字吧。高的阿芳，您是不是第一次来？反正我，那就是有新朋友来呢，我就多讲几句。哎，咱们这个瑜伽课呢，有的人说我这个是生活练，也没关系。但是请大家注意的就是，你来练瑜伽之前，一定不要吃得饱饱的，因为我们是晚上练，很多人的晚饭在7点以后，所以呢，一般真正的练瑜伽最好是提前3个小时吃饭。但是我们这个，我觉得提前2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你如果做不到，提前1个小时也行。哎，我们这个瑜伽课呢，就是从老到少都可以参加，因为我的所有的动作呢，都会考虑一下各个水平的，各个水平的人啊。当然，我也不是。很坦诚的告诉大家，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练瑜伽那个瑜伽教练啊，我就是喜欢瑜伽，然后也练了很多年了，自己觉得有一些心得，然后呢也有很多收获，所以咱们才一直跟着中心呢练了。中心开始的时候是别的瑜伽老师，我一直坚持着，后来没老师了，我就自告奋勇的在这里领着大家，我们也有2年多了。所以希望我们呢，大家一直能够快快乐乐的把这个瑜伽的活动坚持下去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，还像以前一样啊，我们先做颤掌。为什么？这个颤掌我是希望大家呢达到一个微循环的那个锻炼，这个增加这个微循环锻炼好了，我们血气就通了。其实做瑜伽，它其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要让我们的气血相通。OK，这个颤掌是气功啊，是我学来的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手背和手臂是平行的，只是你的手掌在这里动，这是基本动作，基本动作就是大家很多人就可能是这样的。或者是这样的，因为他的手已经不灵活了，就说明他的血气已经不是，就是在某些地方已经受到阻碍了。好，现在今天呢，我们就做一个，这就全身一点的啊。现在你从下开始，左脚向前，然后这个慢慢的下来。然后蹲下去，对，这个下去的时候，臀部尽可能往后啊，不要让你的膝盖受损。如果你的手扶正在，比方说这个叫脑袋这个地方，你就唱不成了，也许你的脑袋的气，就那个就可能受到气血就不通了。这样做这个颤掌呢，一般就是说每天坚持至少做3分钟，你就不会得三高。5次了啊，我做7次，一边做7次。现在是6次，最后一次，这个左脚收回来。现在我们上右脚，脚跟是左脚的脚跟是垫起来的，
第三次了，咱们大鼻是很慢的动，手不停的颤。五次了啊，是不是五次啊？好像算数算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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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错了。六次，OK，七次，我们收一下。这个就做这个。几分钟的颤抖啊，身体就发热了，所以说一定是要活动的。OK，现在我们活动一下肩颈啊，这一根呢就是上一，还是跟上次一样。现在我们把手合起来，这个大拇指呢在你的鼻子先是合起来啊，你也下来一点，可能就能够合得更好一点啊。然后再往上，然后就往上再靠近你的鼻子的这个地方开始，慢慢的往上，脚跟垫起来，吸气，现在翻掌，吐气往下，一，OK，吸气垫脚。往上翻掌，吐气二，吸气垫脚，颤翻掌，吐气三，吸气垫脚，翻掌，吐气四。吸气垫脚，翻掌吐气五，吸气颤，垫脚翻掌吐气六，吸气垫脚，翻掌吐气七。吸气，垫脚，翻掌吐气八，吸气垫脚，翻掌吐气九，吸气垫脚，翻掌吐气十，练15下啊，吸气垫脚。翻掌吐气，11。吸气垫脚，翻掌吐气12。吸气垫脚，翻掌吐气13。吸气垫脚。翻掌吐气14，吸气垫脚，翻掌吐气15。OK，这个是不是一下子就感觉这个肩膀啊、颈啊都活动了？现在我们再转一下腰啊，现在两个脚和肩膀同宽。手是这样的，然后吸气往右往后，吐气回来，吸气往左往后，吐气回来，一，吸气往后往右回来，吐气回来啊，我就不再这样说了啊，吸，回三，往右吸，
回西往左，回四，西往右，土回来，西往左，土回来，五，西往右，土回来，西往左，土回来，七。西往后，往左，往右回来。西往左，往后，土回来。八，西往右，土回来。西往后，土回来。九，西往后，土回来。西往后，往左后，土回来。OK，我以前呢老叫大家做的这个动作，大家一直都不会。现在我还是要练一练啊，大家跟着我。刚才这个腰呢是转过去，现在呢转这个 disc。一，往左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再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OK，那个 I love you，我觉得每天都要做啊，每天都要做几次，所以在这里我也做一做。大 I，眼睛往上，脑袋去找肩胛骨。小 i，脑袋去找肩胛骨，手拉直往上抬。OK，now，右，打开胸腔，脑袋去往后看。你如果离墙不远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墙。当然，还是在你的脖子非常好的情况下啊。现在右手抱着脑袋往下按，去看你的腋下，把这个方向拉开。左手抱着脑袋往下开。OK，现在我们拍一拍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OK，换另外一个边，记住了啊，一定不是平平的去拍，是窝起来拍，甩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还有好长时间没练这个站立了，我觉得我这个平衡也退步。OK，大家把左脚拿起来，靠近你的身体。让它尽可能靠近你的身体，争取站1分钟。OK，我们加这个动作就是也只是2分钟啊。这一个腿让它站立1分钟，是这样站下来的话，你的年龄在38岁以下，就是我老在这样说，这不是我规定的啊，是体育锻炼的标准。如果你站得很稳的话，你的手可以活动活动，把手也拉开拉开。往后面也拉一拉，现在我们把左脚伸出去，髋关节、大腿的力量和髋关节。OK，再回来。
放下。反正我看得见的，我们的小伙伴看得见的都做得很好。换一个奖，换另外一个奖。活动一下，如果你站不稳的话，你就盯在一点上，看着你的，比方说看着屏幕里面我的鼻子，就看在一个点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是平衡的，做得很艰难的话，你在做别的动作一定是很难的。不过像我现在的话，我的眼睛可以倒去看。现在把脚伸出去，练腿劲。这个现在是练我们大腿，髋关节怎么样？往上抬，是不是大腿绷得很紧很紧？OK，再回来。OK，放下啊，那抬一抬。今天没敢练太长的时间，这个虽然简单，但是我希望大家有事没事的就这么去站一下啊。现在我们活动一下大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而且我们开始瑜伽的套路。现在，左脚往侧面，右脚脚尖朝前面，扭疼，两手拉平，机器往前拿，你的脸还是朝着正面，出，用你的手去抓脚踝，眼睛去看上面的手，两个手在一条直线上，均呼吸。OK，吸气，海底捞月 这个动作叫做海底捞月。现在脚撑跟箭步，这个。脚撑弓箭步，一定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如果你力量好，你就往下压，让大腿尽可能的平行地面。随着你的呼吸往右拉，现在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的右大腿的下面绷得很紧？而左边也是拉得很紧。注意。均呼吸。OK，吸气，手握拳头，轻轻的放在大腿上，出，右手指向天花板。现在随着你的呼吸，慢慢的往下压。现在我们的手指向了侧面，你感觉到你的手越伸越长。均呼吸，吸气，用你的右手去抓你的左大腿，眼睛越过肩膀往后看，去看右顶上的天花板，均呼吸。吸气，右手撑在垫子上，左手打开，眼睛去看左手，均呼吸。吸气起来，出，右手放在左腿的一侧，左手平行地面，眼睛去看左手，均呼吸。如果这个动作你坚持几分钟，你会满头大汗。OK，
回到正题吧，瑜伽就是让我们在静静的拉伸自己的过程中间，给自己那个弄得满头大汗。OK，换另外一个方向。现在我们的右脚脚尖朝侧面，左脚的脚尖朝前面，扭疼，两手拉平，机器往前拿。出右手去找脚踝，左手指向天花板，眼睛去看左手，均匀呼吸。吸气，海底捞月。注意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现在你的脚呈中间部，尽可能的让你的大腿平行地面。随着你的呼吸，慢慢的往右拉，这个时候你的左大腿会感到拉伸的感觉，是吧？有时候会有酸疼的感觉，你的右侧也会有拉伸的感觉。OK，吸气，手握拳头，轻轻的放在大腿上，出，左手指向天花板。随着你的呼吸，慢慢的往下压。现在你的手指向了侧面，你感觉到越伸越长。均匀呼吸。吸气，用左手去抓。右大腿，眼睛越过肩膀往后看，均匀呼吸。吸气，左手撑在垫子上，出，打开，眼睛去看右手，均匀呼吸。眼睛去看上面的，均匀呼吸。吸气起来。出，左手放在右腿的一侧，右手平行地面，眼睛去看右手，均匀呼吸。OK，回到正前方，两个手去找脚踝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，均匀呼吸。现在两个手放在垫子上，慢慢的往前移动，半米的地方，胳膊肘下去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背拉直，臀部抬起来，均匀呼吸，让血液进一步的流向我们的脑部。我们经常做这个动作，你的脸上的一些包包和斑点可能都会消除。这个动作也是预防高血压，减少我们的白头发。OK，两个手撑起来，两个脚往内收，蹲下去。现在蹲下去的时候，你去感觉到你的大腿和小腿是紧扣在一起的。现在我们的两个手首先向下向内挤压，用你的胳膊肘把大腿撑开。这个时候，你就挺胸抬头，你的下腹部的内脏都是得到，就是这个时候得到了很好的那种，就是收到一起那样的锻炼，所以它会增加我们小腹下那个腹部的内脏的血液循环，尤其是那个，比方说我们女士们有一些小小的子宫肌瘤之类的，都是有好处的，可以消除这些血点。
均匀呼吸。做瑜伽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说呼吸和吐，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均匀呼吸。OK，吸气，慢慢的起来。搓一搓手，按摩一下我们的脸部，再搓一搓手，按摩一下我们的腰部。OK，现在我们做一下 balance。有三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呢，就是如果你没有是新来的，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，或者 balance 不好的朋友，你只要在做最做最简单的最基本的，你的脚跟放在另外一个脚上，脚尖放在地板上，另外你就是把你的脚放在小腿上，但是。不要放在膝盖上啊！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膝盖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把你的脚跟放在另外一个腿的根部。吸气，出，两个手手心向内挤压，再吸气。出，沿着鼻子慢慢的往上，你的手尽可能往后去找你的耳朵。OK，吸气飞起来，这个飞起来是这样，是很容易是吧？但是你要你的身体和手都在一个平面上，这也比较难。另外。手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45度平衡比较好一点，放在这里会难一点。最难的是在一条直线上。OK，吸气，出，右，左脚放在右腿上，两个手手心向下，转过去，坐下来。OK，吸气起来。拍一拍，这个站立的这个脚，它刚才一个脚支撑了我们整个人的力量，所以很辛苦。这就是锻炼我们的平衡的时候，也锻炼了我们的肌肉。瑜伽枕是对称的，现在我们来做另外一个方向，也是刚才说的三个选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把你的另外一个脚放在，把你的右脚跟放在左腿的根部。OK，吸气，出，再吸，出，你的手沿着你的鼻子慢慢的往上。飞起来，很酷吧？这个像鸟一样的飞起来。OK，吸气，右脚放在左腿上，两个手手心向下，转过去，坐下来，吸气起来，现在。正好30分钟，我们休息1分钟，大家喝点水。虽然刚才有点辛苦，拍一拍啊。
你在每一次就是拉紧的过程的，就是用劲了、费力了的时候，你再放松一下，你就不会有疼感，就是完了结束的时候就有疼感。另外呢，就是做完瑜伽，休息术，坚持做完，那么你就会真的是做完就焕然一新，你又不会疼，也没有疲劳。还是按老规矩啊，等就是看得见的人回来了，我再开始。因为打开屏幕的人，我都是都知道我真正，所以等着大家回来，怎么回事？新这主持姐一直没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咱们班长就是不是开了这个课，他就。嗯，现在还录制像呢，不能乱说。OK，下面我们就躺下来吧。还是练一下我们的腹肌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练习。大家躺下去。嗯，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做不了这个动作，有两种选择，就是简单的选择，就是你吸气，脚现在是放的最低，然后吸气，慢慢慢起来，去靠近你的腹部，然后吸气，出再回去，这是第一个选择啊。然后第二个选择，吸气，慢慢的往上。小于九十度，九十度，小于九十度，然后吐气，慢慢的放下，一直到2度，再吸，出，一定是慢啊，不要一下子甩过去。三，出。四，出，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，出。八，出，九，出，十，出，OK，做了10下的，都辛苦了啊，现在。把你的脚靠近你的臀部，这个动作我也做不好，但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核心肌，我们试试啊，大家一起努力。现在你的两个腿呢，大概和肩同宽和你的身体同宽吧，吸气，慢慢的往上，出下来，一。二，吐，三，吐，四，吐，五，吐，六，吐。七，吐，八，吐，九，吐，再一次吸气，慢慢往上，出，
现在抱着我们的膝盖，在垫子上按摩一下。这就是放松，刚才我们腰部是用力了的。如果刚才这两个动作你都做不好的话，那有一个什么危险呢？咱们爬起来的时候是靠这个核心肌，就是早起床的时候，为什么有的人老人要人扶，这样子扶着才能起来？那就是这个没有力量了。这样子你能自己起来是吧？就说明你的力量不错。OK，还是侧躺着吧。锻炼我们的侧面。这个动作要看到你自己视频。身体是不是也直？直没直？你眼睛也看得到脚尖。OK，吸气，往上，脚板朝天花板，出，拉伸，靠近另外一个脚，二，出，三，出，四。出，我是说靠近另外一个脚，不是放上去啊。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，出，八，出，九，出。用手去抓你的脚尖，如果抓不到的话，你把脚收回来，然后慢慢的上去，是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咱们做一个加强版，往下，慢慢的放下去，继续起来，好久没做了。我自己都有吃力了，刚才，所以说，什么时候我们都在穷学苦练？OK，现在两个脚 hold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下，转过去。做另外一个一边，吸气往上，脚板朝天花板出，靠近另外一个脚，不要放下去，再吸，出，三，出。四，出，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，出，八，出，九。出十，用你的手去抓脚尖，你可以这样子去抓它，是吧？你也可以缩回来去抓它，能抓到了就不错了啊！可以坚持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跟着我一起做加强吧，慢慢的下去。吸气起来，现在两个脚 hold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
四、三、二、一，OK，放下。现在做最后一个啊，躺下来的，把你的脚靠近你的臀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大家刚才做了那么多腰部的动力量的，现在让大家反方向坐下，吸气，起来，挺起来，这个动作叫做桥式，出慢慢下去，再吸。出，吸，出三次了啊，四，出，五，出，六，出，七，出，八，出，OK，滚坐起来，再进一步。舒展一下我们的后背，一，滚一滚，二，三，按摩一下肩、背、腰，四，五，六。七八，OK，趴下来，Baby pose，这个动作非常舒服，但是呢，这个也是很锻炼我们膝盖的。现在我们把脑袋朝左，右手撑左，胳膊下面伸出去，再把左手打开。OK，吸气放，吸气放下，右手回去。现在再把左手放在右胳膊的下面，脑袋朝右，右手打开。右手回去，左手再回去。深呼吸，放松。OK，吸气起来，金光坐。我们好久没做这个动作了，不知道练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大家的金光坐都怎么样了？如果你的金光座还有问题的话，那你就每天看电视的时候做一下咯。OK，吸气，两手拉平，出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两手相扣在后面，没有问题了吧？有问题的话，一定要拿你的毛巾或者什么东西去提一提啊。OK。放下，再吸，两手拉平，出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两手相扣在后面。我说的两手相扣在后面是这样子的啊，如果你扣不上的话，千万每天都要去做啊，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，你要。这个胳膊肘练好了，你的肩膀就练好了。往上抬，往上抬，每天都练，一天你就练几分钟，哪怕睡觉之前你拉你的枕巾拉一拉。OK，现在我们坐下。哦，我以前是做这个金光坐和做这个。每一边都是在1分钟左右，现在有点快啊。我一直在说，
跟大家说，我们一定要练这个髋关节，但是呢，一直没有很多的，我的这个动作里头刻意练髋关节的很少。OK，今天我们来做几个动作啊。现在你把你的右脚放在里面，左脚放在靠着你这个右脚的脚背，这个是瑜伽的基本坐姿。现在你的手可以放在垫子上，或者是放在膝盖上，脑袋贴着地面。吸气，慢慢起来。这是一个，就是每天大家在电视机跟前都可以这样坐着，然后练习一下，这个不难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我们把我们的左脚放在右边的髋关节上，先把这个右脚啊，就贴紧你的肺阴部，然后把左脚放上来，放到你的髋关节右左边的，放在右边的髋关节上面，然后用这个手去压膝盖，很多朋友可能是压不下去，慢慢的压，它一次会比一次好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知道怎么回事吧？这个不但是练了我们的髋关节，也练了我们的踝关节的侧面。OK，现在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向，把左脚靠近你的肺阴部，右脚放在你的髋关节的这个位置。当然，你放不了髋关节，压不下去，你可以放前面一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做个8到10下以后，你自己就按着这个地方按个30秒钟，一直就是在把这个地方按下去，然后呢，也在锻炼我们的脚踝的侧面。如果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双联环坐的时候，要练习我们脚踝的正面，也要练习我们脚踝的侧面，还要练习髋关节，还当然膝关节也很重要 那么练髋关节还有一个动作，就是你自己用这个腿这样抱着，这两个手这样子抱着，左右晃动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现在再往你的身体的方向，朝着你身体方向拉，拉一会。OK，吸气放下，换另外一个角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OK。现在朝你的身体的方向拉一拉。这个时候，你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疼的感觉？如果你的髋关节已经非常的不紧了，很松了，这种感觉可能没有。如果你的髋关节一直都是很紧的，你看啊，我要是。就是刚才我们练了这么一会髋关节，现在我们再来做，蝴蝶式，大家会觉得轻松了很多。为什么？我们刚才在练髋关节，OK，做蝴蝶，挥起来。是不是比平时你做这个蝴蝶式的时候要轻松 好多是吧？就是
你没有那么绷得紧紧的，一下一摁就疼。你先再按，再往下摁一摁。一、二，头不低，往前，胸往前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OK，做完这个，你再动又好很多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很多感觉，但是我原来练习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不停的练，不停的会有提高。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脚稍微往前移动一点啊，用两个手去抱着那个脚趾头，然后吸气，呼吸的时候去找你的额头，去找大脚趾头，吸气，出，额头去找脚尖。吸起来，这个我觉得呢是很好练，很容易的，就是大家从这一个就是慢慢下去，换前面一点，你就容易额头找到脚尖了。现在呢，难一点的，把脚放到离身体更近的地方。这一次练习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的腹部去找脚跟，然后。呼气下气的时候，背不能够弯啊，直的。OK，吸气，出，吸气起来，就是。刚刚做完了那个髋关节的一系列锻炼，现在我们做这个蝴蝶式，然后弯下去就应该容易很多。OK，翻落环节，清一下鼻子，你有汗吗？换另外一个角，还行，两个角都能清上啊。我希望你们大家有人可以把脚放到。脑袋后面去啊最后一个动作，我每次都做倒立。这个倒立开始以后，你的脖子、脑袋不能再动了啊！如果这个动作你每天能够做1到3分钟。你的肩颈、血压都会有很好的改进，头发、脸上的斑点都会有很好的改进。大家继续去做，现在大家可以开始把袜子穿上，衣服穿上。穿外套，经理，我们把这个人给关掉吧，他在那里。好，再做线。
再包饺子。瑜伽、仰卧、放松、休息术。仰卧于地面，双脚微分，双手手心向上，手臂向两侧打开30度，身体呈一条直线。闭上眼睛，全身放松。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，让你的呼吸缓慢、深长。从两脚开始，两脚的大脚趾正在放松，其余的脚趾头。脚背、脚底、脚跟、脚踝正在放松，两小腿胫骨、小腿肚子、两膝膝盖。膝盖窝放松，大腿前面肌肉、大腿后面肌肉、髋部、腹、臀部放松。把注意力放在背部、肾脏、下腰背、上背，放松，走路，我内脏器官、胸腔。肋骨，感觉到心脏正在放松，再把注意力放在肩膀、肩关节、上臂、肘部、前臂、手腕。手指头、手背、手心放松，注意力放在头部、头皮、后脑勺、额头、面部放松。脖子的前侧、后侧、左侧、右侧放松。现在感觉到全身从脚趾头到头顶，感觉到从脊柱的顶端到顶端。全都放得很松，活动活动手和脚，往垂直的方向转三圈，再往逆时针方向转三圈。现在握紧你的拳头，握得紧紧的，紧紧的。紧紧的放开，
再来一次，握紧你的拳头，握得紧紧的，紧紧的，放开，最后一次，握紧你的拳头，握得紧紧的，紧紧的，放开。OK，现在朝右躺，左手撑在垫子上，坐起来。OK，现在我们收工。刚才我说过，锻炼我们的髋关节、踝关节，哎，都是为了能够达到接近做莲花坐啊。很多朋友说做不好莲花坐，就是你可以做瑜伽的基本坐姿，或者是单莲花坐都可以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才做双莲花。OK，现在我们收工，吸气，出吸，出吸，出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谢谢老师，师，你们是不是谢在？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老老师。师，老师再见。我们的录像关了没有？心里。